陳東平女士、劉建文先生。
中央嗰啲，嗰啲邊個？茶水啊！本會全體嘅一個鬼社區茶會，咩茶？鼎力康復，反彈合作，共同將好夢解放。最後，用緊祝大家身體健康。请古井达善堂董事会主席董发财先生致辞。掌门卫先生，同埋新会古井达善堂
木法祥先生嘅領導之下，商界嘅李家氏董事同仁，全體鄉親一定會衷誠合作，兩會定能繼續繼往開來，再創新績。最後，本人藉呢個盛會，謹祝兩會能夠滿目昌隆，並且祝願在座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家庭幸福，事事如意。多謝各位。香港四一商工總會榮譽會長趙文先生致辭。尊敬的新会会长杜向会、理事长张明贵先生，尊敬的新会会长大慈堂主席陆发祥先生，各位嘉宾、各位乡亲，今日非常高兴出席新会会长杜向会、会长大慈堂两会联合举办新一届的李家氏董事就职典礼，暨会员联欢敬老奖励大会。本人再次诚恳邀请当日大会主礼并主持今次仪式，深感荣幸。新会会长杜向会以会长大慈堂均为本港历史悠久的社团之一，多年以来一直以联系乡亲情谊、赠义施药、扶贫助学为宗旨，积极赞助家乡兴办学校、改善医疗设施，协助家乡发展，实在贡献良多。本人深信，在新一届李家氏董事同仁的忠诚合作之下，两会会务定能蒸蒸日上，声誉日隆。最后，谨祝在座各位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多谢大家。多谢，请会长镇镇长梁超俊先生致辞。尊敬的蒋委员，尊敬的陆发祥主席，各位嘉宾、各位乡亲，大家晚上好。今日是香港新会古井同乡会达善堂举行李家氏董事就职的大喜日子，承蒙邀请出席盛会，大家欢聚一堂，共聚乡谊，共谋发展。在此，我谨代表古井镇委、镇政府向同乡会、达善堂以及各界新就职的李家氏和董事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各位乡亲、各界朋友致亲切的问候。亦借呢个机会，我简要咁向各位乡亲介绍一下我哋古井近期发展嘅一个情况。喺过去嘅一年，我哋古井紧紧围绕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古井呢个核心嘅任务，进一步咁巩固同埋提升临港产业集群经济嘅实力，强化城镇嘅建设，加大民生保障投入嘅力度，实现咗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嘅发展，连续九年荣获新会区经济社会发展嘅一等奖。古井同乡会达善堂系旅港乡亲嘅一个家，一直以嚟坚持爱国爱港爱乡嘅宗旨，广泛联络在港乡亲，積極參與家鄉社會事務，做了很多好事，例如為我們新會四中的校區捐資50万，為教育事業設立了各種獎教獎學金，為改善農村面貌、完善醫療衛生條件，修橋築路出錢出力，每年還發動在港的鄉親組團回家鄉走訪，聯繫感情。在此，我代表家鄉人民向同鄉會和達善堂的同仁，向一直關心支持家鄉建設事業的鄉親們、朋友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新一屆的李監事和董事就職了。我相信古井同鄉會達善堂在新一屆理事長主席的帶領下，一定能同心同德，群策群力，進耀雲開，會務興隆。我們真誠地希望你們繼續發揮橋梁紐帶的作用，加強和家鄉的溝通和合作，凝聚海外鄉親的力量，內外一心，一如既往地關心、支持、參與家鄉的各項建設，共創美好將來。最後，衷心祝願同鄉會達善堂繁榮昌隆，衷心祝願大家身體健康，事業興旺，萬事勝意。多謝大家。多謝梁超景沙堆鎮鎮長鍾燕珍女士致辭。各位嘉賓、各位鄉親，大家好！今日我哋非常榮幸，應邀出席古井同鄉會達善堂聯合舉行嘅任神靈敬老、獎學春茗聯歡暨兩會新一屆理事會、董事會職員就職典禮。喺呢度，我僅代表沙堆鎮委、鎮政府向各位理事、各位董事同出席今天盛会的嘉宾朋友们表示亲切的问候同良好的祝愿，向荣耀新一届古井同乡会达善堂理事会、董事会全体职员表示热烈的祝贺。身为古井同乡会，古井达善堂成立以始，遵从爱国、爱港、爱乡宗旨，对家乡的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给予大力的支持，为家乡修桥、筑路、教育、医疗等各项公益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同时也为香港进一步繁荣稳定作出了应有的努力。目前沙堆镇在海内外乡亲和各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支持下，各项工作和建设进展良好，全镇的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有明显的改善，乡村的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各项事业保持稳定健康发展的势头，全镇社会稳定，取得这些成绩离不开古井同乡会、古井达善堂的真诚关心和鼎力支持。在这里，我代表沙堆镇委、镇政府向古井同乡会、古井达善堂的各位乡亲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相信通过海内外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家乡一定会建设得更加美好，热诚希望古井同乡会、古井达善堂一如既往地支持家乡的建设，来沟通乡情和家乡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祝古井同乡会、古井达善堂会务兴隆，祝各位身体健康、事业兴旺、万事如意。多谢大家。
請大家提舉左手嚇，跟住先讀誓詞，如以至誠，目的滿滿，義不容辭，盡忠職守，此誓。多謝各位。多謝趙文合先生，恭喜各新會古井同鄉會同德，善堂各位同仁。請各位就座。先上台就座。先上台就座。聘任書，恭請僑港新會商會梁世光先主席頒發。立翻張烏鴉字畫，而家請全體同仁起立，請主席主公拍照留念。唔該，阿姐啊。Thank you.